是我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，是我不好，我以后不会了。冯先生，如今你自己身陷局中，自身难保，又怎么能保得住我呢？不妨自己花点时间好好想一想。我要去过自己的日子了，冯先生，时间不早了。 早点回去休息。韩青，你对我从来都没有过半分真心吗？ 我没有为金钱丧失过原则，但这一刻，我竟然希望我只爱钱，因为只爱钱就永远都不会失控。冯先生，对不起，原谅我的身不由己。 尹总，目前一切恢复正常了。
他已经离职了，你放心吧，有问题我会告诉你的。 你走了，不就搞不垮你？得不到我想要的，你也别想好过。爸，你怎么样了？如果不想再像今天这样被人威胁，就听我的，不要再去赌了。韩青，给我站住！ 往哪儿走呢？还没拍你呢！就是啊，去往哪儿走呢？之前你毁了我的好事，如今你没了靠山，落我手里了，我看你怎么得意！都给我上！就是他，自称婚姻解救师，实际上唯利是图，只为有钱人服务。就是他啊，记住这张脸，他这种人就是个骗子。关注点一点啊，我们现在是直播。 大家都看清楚他的脸，就是啊，为了钱真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。韩青，没了冯思前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家人们好好看清楚了，这个女骗子啊，就应该曝光出来。就是，就是个骗子。怎么了？韩助理找到了，他好像遇到麻烦了，冯总，快过来。什么？ 是吗？